47岁邱淑贞在怀第四胎，大女儿沈月遗传到她的优良基因，吸引不少经纪公司上前打探。47岁邱淑贞在怀第四胎，大女儿沈月遗传到她的优良基因，吸引不少经纪公司上前打探。现年47岁的大美人邱淑贞终于找到接班人。邱淑贞跟老公沈佳伟的长女沈月14岁已经长得亭亭玉立，拥有丰乳长腿瓜子脸。跟妈咪邱淑贞秉印一样，天生已是时娱乐圈者行范。沈月时装秀亮相时惊为天人，不少经理人公司已在打沈月注意。其实邱淑贞知心女儿有意入行后，已决定投资开经理人公司，更交由在圈中人脉甚广的曾志伟负责。又准备开戏让沈月当女主角，用尽人情卡，力邀郭富城、张智霖、袁咏仪、余文乐、刘嘉玲及关之琳，再加上志伟等7位巨星客串演出，力捧沈月。曾志伟回应时大赞沈月未来星途无可限量，生儿敬女不用捧，一出来已经爆红。有传邱淑贞本想复出称爱女，但她近日胃口突变，爱食甜酸食物及接近生冷食物外，身材又变得丰满圆润，月味甚浓。疑因继日月沉3位千金后再次成功追星，所以未能亲称爱女沈月。邱淑贞跟 IT 老板沈佳伟结婚16年，虽然至今恩爱如昔，但未能追的男丁邱淑贞始终引为憾事。而为小朋友改名时，本打算以日月星辰命名，而邱淑贞当时怀上第三胎时便一度误以为是儿子，准备换作沈星，但最终却诞下女儿，遂改为沈辰。但邱淑贞一直未放弃追星仔，而沈佳伟更许下承诺，若然邱淑贞能成功追仔，将会获得约值1亿元的 IT 股份作为奖励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沈月的一些美颜照吧。